个特写，这是烧过的豆腐。新买的灯架，现在外面特别安静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越是安静的地方，我耳朵里面的耳鸣就越明显，特别大声。现在啊，还有鸟叫声，还有那个老鹰叫的声音。四颗土豆，用锡纸扔在里面烤，待会儿烤完以后直接蘸辣椒面吃，特别香。现在太安静了，说话也悄悄地说，因为周边还有两个帐篷，他们都是一个人来的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我们也不好意思太大声。这个是我们买的铁盘，直接把它放在火上面。然后就是今天晚上的修亚克，我们的晚餐，两块牛肉，国产和牛，1675日元，差不多80块人民币。然后两块，一块就40块人民币。来吧，不会烤不熟吧？今天翻车。听到滋滋滋的声音了。最成功的一次，真的吗？刚刚好。
这个画面里就好像在聚光灯下面，站在舞台中央。我们现在柴有点不太够了，我们再去买一点柴。露营地旁边这个无人贩卖店开到晚上10点钟，哇，这里的水声更大，我去拍一下水。再抓点这个好点火的，这个一下就点燃了。树皮，天亮了，昨天全靠这个炉子，要不然晚上会冻死。给个镜头，哇，
ただきます。我们现在在公路边的一家超市门口，这里停了一个小卡车吧，上面汉字写的包丁盐，其实就是中文的话就是磨菜刀的意思。这个流动的摊位磨菜刀的这种东西在我们小时候比较常见，现在在中国已经见不到了，我已经很多年没见到了，但在日本还挺多的，磨剪刀磨菜刀包括修鞋补鞋的都挺多的。